你这什么情况？他喝醉了，快帮我拿拖鞋。 你醒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昨天晚上喝醉了，我送你回来，你硬拽着我不让我走，所以你要对我负责哦。 我说，我是余生时候总是笑，我很开心。我认真地想了想，我开心并不是因为我躲在你的身体里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跟你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变成你的角色，为你。 聊什么呢？哦，没聊什么，没聊什么，是聊什么？瞎聊天呗。乐怡，聊上次生辰姐带好吃的过来，我没吃着。再不小心，我把你俩的脚都给剁了。然后就说让生辰姐下次再带过来。乐怡啊，你以为你生辰姐是外卖员啊？ 这成天跑过来跑过去的，他不用工作的。生姐有笔记本就可以工作。是啊。
要不以后你说他写得了。放心，不经你们同意，我是不会写的。行了，别搭理他们，吃块肉。吃啊，都愣着干什么？不好吃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闺蜜找我有急事，我得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等会儿，你闺蜜现在找你发短信？啊，我也奇怪呢，可能是她的微信被盗号了。哦，江毅还没有恭喜你，加油！等一下。你干嘛？跟我来一下。本来打算等吃完饭再说的，怕影响你们食欲。但看你们现在相处都不太自在，所以我就现在说。我和余生生现在正在交往，也就是说，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以后我们会经常碰面。所以你们平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说的就是你，裴大叔。以后别一碰到我女朋友就搔首弄姿，又化妆又换衣服的，没必要。我哪有啊？乐一，你想说什么还可以说什么。余生生这边我来做担保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放心，我嘴巴严得很。大叔，给自己多安排点工作，没事别老来这边，眼不见心不烦啊。跟我过来一下。我给你们先吃了。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你不是吗？不是啊。还是你不行？那看来是想的嘛。不管我想不想，你总得征求当事人的意见。我同意。你同意了？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把你送到房间，我要走，你拉着我的手，问我想不想做你的男朋友。我那是醉话。我听着，倒像是实话。就算是我先提的，你也同意了，但你明知道我喝醉了，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一整天都不联系我，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还以为你又要跟我道歉，不小心亲了我呢。我不是给你写了纸条吗？什么纸条？我放枕头边上了。啊，可能是掉下去了吧。我吃饭了。I see the light。哇，好漂亮啊。 I see the stars。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就上来换衣服的时候。 You are。 I see the moment waiting for me。 I see the light。 I see the hope。 I see the love。 余生生，我认真的想了很久，或许我们的互换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命中注定，能够让我暂时脱离自己的轨道，好让我遇见你，能够让我们走进对方的生活，走进对方的心里。
能够让我无处隐藏自己，看清自己的内心，也让我看到你的真心。既然你不记得了，那我就再表白一次。余生生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去见导演，可能不方便联系，晚上见。我还以为是情话呢，你老实交代，和我表白的情话是不是准备了很久？也没有啊。果然是偶像剧和言情小说看多了，增加了新的技能点。我是觉得吧，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些都是无师自通的。哟，我原来真是小瞧你了。哎，所以你今天没收到我写给你的纸条，然后我一整天没联系你，你岂不是一直都很郁闷？没有，不是，怎么可能？你干嘛不联系我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不觉得奇怪。也许是我表白失败。亲我，只是为了安慰我。哦，亲你能够安慰。别瞎找重点。万一某人像上次一样，亲了我之后，说抱歉是失误，那我才是真的尴尬呢。对不起，上次是我太错了。你先道歉，倒是很积极啊。那还不是因为女朋友说的都对。我刚才也有点担心，万一我们一不小心又互换了怎么办？那你怎么还敢？气氛到那儿了，不想扫兴。所以你欠我一次。欠你什么？我要漱口。讨厌。你别下去了，免得被人看到。你真打算瞒着童话呀？我还没想好怎么说呢，总得找个合适的时间来。我没关系的。哥哥，是我有关系，我怂。走了。你说有什么东西没拿吗？你这是在扮演大侦探余生生吗？我们公众号做过一个选题，和大明星谈恋爱如何避免被发现，这是保险措施之一。如果不再拍到我，肯定看不出来我是谁。你穿成这样就是在给狗仔发信号，快来拍我。嗯，眼熟吗？我很好奇，
你是我的时候，挑选衣服是什么心理？最开始是怎么舒服怎么穿，后面是怎么好看怎么穿。就像玩化妆游戏。这什么奇怪比喻？差不多吧。那我没猜错，你喜欢这一件。嗯。嗯。保密措施第二条，即使是在室内约会，也一定要记着关窗帘。我去拉上。哎，那个玻璃是单向透视的，我们看不到。真厉害，那正好。还有没有第三条？有。第三条。亲密接触的时候，一定不能有其他人在。你不是说乐意还在吗？你刚这是在干嘛？口头警告一次。你这是在钓鱼执法啊！我那是试试你的定力。看准备的挺充分嘛。没办法，做大明星的女朋友就得谨慎、谨慎再谨慎。是啊，要是我不是明星就好了。咱们就可以去很多的地方，美食打卡、景点打卡，拍照发朋友圈，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跟别人一样多没意思啊！我有这么好的男朋友，我在哪约会都开心。哟，这小嘴甜呐！你在这等会我，我去给你拿礼物，顺便把你东西搬回去。还有礼物啊！一次约会难能只有女朋友做功课呀？谢谢了。这个是小宇宙初舞台结束后的合照，当时大川过来看我，给我们拍的。你今天在开心的笑，家树好搞怪啊，乐意也很可爱。这个照片只有一张，只有我有，他们都没有。啊，那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送给我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你替我保管也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一定会好。好替你保管的。这个是我们大学演出时期的舞台合集，没有官方放出来过。你们看到的综艺节目应该只是部分。我猜你那么喜欢裴家树，应该会很想看到这个。哥哥，你真懂我。有男朋友帮忙追星，真的好幸福啊！你放心，除了看家树，我也会顺带看看你的。我就是顺带啊。为什么送我一个 DV 机啊？这个呢，是我跟裴家树在出道之前的练舞视频。那你拷给我就好了。拷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裴家树练舞蹈总是出错，还总爱发脾气，没什么形象。他不想让别人看到，但又舍不得删，于是拿502把这个内存卡槽给封起来了。仅限内部传阅。叔叔好可爱呀、啊！可爱，是不是幼稚？因为幼稚所以可爱呀、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粉丝滤镜，是吗？不过，家树肯定以为我是个假粉。你上次来大姨妈的时候……哎，等会儿，你来大姨妈？好，好，我来大姨妈的时候。家属跟你说，我找各种借口来家里，是想放长线钓大鱼。现在我们在一起了，他肯定以为我钓鱼成功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你钓鱼确实成功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只能以后慢慢找机会和他解释了。其实我有一个办法，让你的偶像永远都不会误会你。什么办法？把我当成你的偶像。原来你送我这些礼物是有私心的。
表面上是帮我追星，其实是夹带私货，不露声色的黑波家属，再表现一下自己。难道你是想诱惑我爬墙啊？爬墙？我需要吗？不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，是我，是我写的。初陪家树，家树，我不是爬墙，你还是我偶像，但是对于他，我想要的更贪心。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让我猜猜，是不是？别猜了，我想成为你的女朋友。当时你把这个心愿单落在了我的口袋里，现在我把它还有我还给你。怎么样？要爬墙吗？仔细看一看，是挺诱惑的。那我好好考虑一下吧。要不要看得更清楚一点？好了，看视频吧，我去帮你做饭。看视频了，男朋友在身边，还看什么其他男人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撩？就像你说的，不是要看会不会，而是愿不愿意。这么多年的偶像剧，也不是白看的。那你现在很愿意了？不只是愿意，还要。火力全开，那你开一个。把手打开。还很聪明。我是在想，咱们其实应该多观察一下对方的生活，多交流，也应该多了解一下彼此。我的意思是，万一互换了，也有个准备，不是？明白，有备无患嘛。喂。你在忙什么呢？我在找灵感，在写歌。那天我跟家叔说找时间一起吃火锅，你什么时候方便啊？我最近准备复工，可能会比较忙。哦，那行，
等你忙完这阵子再说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吃醋了？我才没有吃醋呢。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但我是你喜欢的人啊。对，我喜欢你。讨厌，干嘛突然表白？我一直有一件事没想明白。嗯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家树啊？真想知道。嗯。因为我是你的时候，童话一直跟我强调你有多么多么喜欢裴家树，好像还幻想过嫁给他。那是追星女孩的喜欢，那怎么能一样呢？难不成你以为你的粉丝都想嫁给你啊？还不是说说而已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毕竟你有办法真正能够接触到他吧？还那么上赶着，谁知道这感情会不会变质？那是追星女孩的正常反应，而且我已经很克制了。我也知道，但是沈伯清很确切地告诉我，你喜欢裴家树。啊？他怎么会这么觉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两个世界里的人，什么橱窗里的分外平安之类的。我说的那是你。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你就不会把我当明星了。可你的确是大明星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原来我一直都在吃自己的醋。亏我还那么担心你，是不是喜欢裴家树，单恋他，然后会受到伤害，想着赶紧换回来，及时止损。彤彤和学长两个人真是猪队友。也不能全怪他们吧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的手机屏保还是裴家树。我换过来了。换了。你看，怎么样？有眼光，那是这么好的男朋友，那可不是非卖品，是必需品。下面要到张某人来，干嘛？小嘴这么甜，想尝尝？你不要再看偶像剧了，你人设崩了不要紧，我都快接不住了。那是来还是不来呢？今天约会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送了我礼物，给我做了好吃的，还一起来吹风，而且我们还一起解开了误会，是不是？现在想起来，好多事情都没有必要。错。如果一上来就表白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那还有什么看头？看头？你以为真拍偶像剧呢？难道不是吗？说话的时候说一半，表白的时候被打断，再来一些助攻和搅浑水的，简直不要太像。是，女朋友，你说的对。不过，为了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决定。决定？